當然啦，九六一八咁其實嗰、那個睇、法亦都算喺新經濟股裏邊咧比較樂觀其中一隻嚟嘅。因為其實佢之前出嗰個季績，我覺得唔係差嘅。雖然績後估計係對啦，但係其實真係唔係曳。咁再加埋，如果你話以翻過去呢個年齡啊，所謂有監管都好咧，其實佢個業務表現係比起阿里叫穩嘅，因為你可以話佢阿爾啦，冇咁受嗰、那個即係監管因素影響啦。咁所以其實睇法，我覺得京東我自己都屬於係新經濟龍頭裏邊其中比較樂觀其中一隻嚟嘅。咁但係一樣啦，我諗如果你呢啲位睺咧。可以等一等啦，睇下有冇機會挨近翻200蚊邊先。因為我最驚就係呢下衝上嚟，可能只不過今日借住阿里又一齊上。咁但係上邊如果破唔到，可能217啊五啊天線咧又會打翻轉頭啲。咁所以落翻200蚊邊先買咧，我都會比較合適翻啲先。